我觉得这部戏和你们所有看过的偶像剧可能都不一样。现在这种题材很少，我们是认真在做一部戏。一起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一个字非常甜。哎，不是，是三个字。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就是比较真实。开始。一个单纯的爱情剧就非常少，所以我就想挑战自己。有的时候搞不清楚他们两个为什么要亲。还得变着法的亲。哇，太帅了，啪就给摁下来了。那个这一都扎堆了，我都觉得齁得慌。接触到这个角色我觉得很特别吧，因为是一个超忆症的患者。严景康的也很帅，但是他不俗啊，然后他身上会多一份儒雅气，这是和所有人都所有看过的这些霸总都不一样的。我们俩性格也挺活泼，然后自来熟吧。对，很难遇到就是跟你默契非常好的演员。来，举高高。我都会喜欢让跟我在一起工作的人开心。在一起的戏都不会说多虐，都是都很甜，有他在都挺甜的。没亲够，够了，我杀青了，再见。导演是个非常认真的人，然后还有加上导演之前是那个摄影出身嘛，他的画面就非常的美，他很明白他想要和需要什么。包括大秀还有我们开场的戏，都是所有的工作人员从前一天晚上凌晨开始就经常布置，然后我们也是从早拍到晚。很多镜头我们要拍三四个小时，是因为是从头到尾的一场，我们都是摇过来的，就他很有想法。镜头要人家准备，抬头喊出来，我们都很愿意为这部戏付出。好，一二三，进，准备干，喊点来。今天报名继续说，你不要离开。好 ，OK。哇，他好牛逼，我差点哭出来。他和我说的是真的和对的都有差别。哇，这个。他不要求你是对的，但是要求你是真的。当一个人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想要把一件事做好的这个状态，是我想传达给大家。这是他的设计，大家下面就是大户。手机收一下，纸巾，给他眼睛拍。梦想吧，就是不忘初心，然后一直要记住你的梦想，不管被打败了多少次，只要努力，一定会有好的回报。就你需要多一点的耐心。你努力不一定能成功。动。但你不努力肯定是不行的，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但天上掉来的一定是你付过钱的馅饼。当它出现的时候，你的这份惊喜不用感谢任何人，感谢你自己就可以了。